有的传播有限公司，伊对我来团是五福路神仙娘都选出的节目晚间节目，节目开演。咱这来宾的朋友呢，咱这呢身心大家吼，咱所有好朋友呢，咱的主办单位，甲咱大家咧亲安问好，即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吼，感谢咱大家无少伫咧金卡个月报咧报甲公园，公园到着咱现场参加着咱的万应堂，就是咱的万应宫吼，另外种新的圣诞春秋，圣诞秋的好日子。那么有恁的金卡个月报伫遮，我咱来祝福着咱大家倒转去，做成咱我国丰收入超好市，做生意生意兴旺，等来同舒海，在完工前个。当一直来吼，那么甲咱的隔壁亲家啊，咱的大姨这边讲是很歹势安尼吼，八点的节目是七点开演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我先甲继续行嘿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吼，那么今日就是咱的喜气洋洋、洋洋喜气的好日子，好时好日就是咱中华民国106年，咱的国历五月二十日吼，农历就是咱的4月25日，两时今日就是要来庆祝着咱的万应堂、万应宫，刘将军的圣诞春秋、春节秋吼，啊，也刚在自己办的。平安你来走行，祈求了咱的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顺龙宫上大赚钱。你哪会当来好有气，老人会当来食饱哩？一家大小做什么会当哪来哪如意哈？出外经济当来大条赚钱好得哩。那么 AM 干了非常感谢，感谢咱刚开钱的请子当时哈啊，直接来感谢，感谢咱罗哈的日的是咱的黄董的黄元景大哥，跟咱的担当的董子涵哈啊大哥，跟咱这董董哈。啊，咱的当当的吼，当分标神仙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咱的啊，这三位的请示当时今日锻炼了全家大小，有咧感谢声音客小星期，无少了金钱融资对着咱本尊，就是咱的玉雷传播有限公司，咱的团子好多领导选出来节目吼，支持甲爱护，我拜托了这个机会呢，跟咱大家的共享盛举，消除了咱今日疲劳，增加了咱明仔载活力。那么呢，啊，今日有咱的请示当时就是咱的黄董的元景啊大哥。担当的朱华大哥哈，啊，咱的担当的哈，分表大哥，一个多是开偌济，我那祝福着你，当来赚回千千万万倍，赚钱的当来下家伙，赚钱的金家会当来买土地，而且呢金家来祈求，祈求咱的万应堂、万应宫，刘将军的行为很有神通广大哈，啊，咱保佑到咱罗华弟子，我那请示当时跟咱今日所来者来宾个宾，咱这身心代贴，咱所有好朋友，一个多是倒转去，当来大存在哩，小存在吃。正在对面来偏财会当后边来，天降之财拢总会当两面来吼，互咱大家当来惊当当好，惊西滴宝，惊人西趁钱无人知，往南北趁钱会当来稳当当，往西南互咱大家趁钱会当无困难吼，更加会当来人满财满，家庭幸福又美满。你孙在孙，了了大孙，人翁在翁，丁在会当来两翁。那么伫只呢，咱依照国内这部开始，就咧所介绍，就是咱上届辛苦的英雄，伊就咱玉垒传播有限公司100控制人组，电脑大个对号来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哎呀，谢谢你吼、哦。哎，那么 AM 感激的支持，无咧搞到身为吴家的担任做支持，吴家哩对咧事业部分比较较无研究哦嘿。那讲我较看点的所在，我咱希望着咱的请示当时咱所来这来宾的朋友，啊，咱这身心的。咱做好朋友，多多甲吴姐你批评甲指教吼，吴姐你对着事业部分应该当有进步一工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吼。来，人讲好开始就成功一半啊，来赶紧来甲伊出产嘞。我来说介绍，这个真正是咱的超级派安尼吼，哦哦哟，真久无小赌安尼吼。来，邀请着咱的演员拍头炮，有咱所带来好听歌曲，不杀杀来，赶紧甲继续行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。哎呀，
朋友的心感情，最好的伊甲女朋友有缘，另外一个相信是相当伊，无错他感情到这为止。好听个节目，啥啥啥，啊，那么赶紧啊，继续行，叫咱大家家己顺来当，拉来啦，好妙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你讲你对伊还阁有感情，对伊的老大你也放袂落心，我一个人好像有内情，无事啥问我袂送到一边，你知影伊阿爹。嘛知呀，伊在做朋友无错，另外一个相亲拜祖先，无算啥问我的心是啥货，但爱情。祝福伊伊甲女朋友有缘，另外一个相亲是相当伊，无啥啥感情到这为止。呀呼！谢谢，我听我给菩萨萨哈，叫恁大家呢，时间一百公司做大菩萨萨哈，来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您全部菩萨萨，大家们大好善缘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红多带点暖阳，大赚钱，谢谢，感谢。好了，来，今麦听唱歌吼，咱讲话变化服装就可以安尼吼，啊，因为算晓得安尼吼，来紧紧紧就是快安尼吼，快就赶紧甲腾落去就对，来谢谢，非常感谢哈。哎呀，那有请着咱的音乐来送到来好听歌曲哈。不知影一个字字就无影响，是我命就倒来，无爱相比，分一支，槟榔一嘴，烧酒饮破醉，酒杯斟斟斟八分滴，人讲酒酒酒嘛自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谢谢，我来好听，我个最英雄哦。
啊，再次邀请到咱这超级派的吼，哎，人一定要干掉的吼，哎，麻烦姐，你较晓的，较晓的吼，哎，尽量把你两粒药看出来，反正吼，啊，哎呦，让人家那真正冻袂掉，那真心感谢。没出来啦。哦，你捌摇一届，我捌看，真正看到头。真的假的？你有甲我看到头？有看到。什么笑？哎，啊，今仔吼，迄个角度看做会出无？来，谢谢，搁敲落去。跟其他卖不一样，谢谢。哪会不一样吼？免讲就多，谢谢。先讲啥物事嘞？啥物事？我写的，我呀，你诶，你诶啦。对你的感觉也不一样，不知想了多少话，都在我的心里藏，就是不知从哪里来讲。想要说话可难开，想形容又不知怎样形容最适当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奇怪，我说不一样，啊，就是不一样。啊，那么文姐，靠我破嘞，靠我破嘞就是，好来，活泼一点。想了多少话，都在我的心里唱，就是不知从哪里来讲。想要说话可难开，想形容又不知怎样形容最适当，最适当。总而言之一句话。我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。谢谢。那么有请到咱这超级派哈，还有现在用咱速度来好听歌曲，不一样哦。啊，是讲你倒啊，跟人无同款，你嘛小骗一下呢。小骗一下来啦。啊，你无你讲跟人无同款。我跟人无同。怎样形容最适当啊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。谢谢，感谢你。就咱大家当心想事成，万事皆如意。我来感谢咱的彭阿兄，这么热情哦，谢谢啊，哎，我。